哎，怎么是你呀？你呀，这么巧？切，你拿什么东西？防狼喷雾剂。大白天拿什么防狼喷雾剂啊你？我一女的，我当然得保护好我自己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没跟着你，谁跟着你？这路是你们家开的，我不能走啊。谁跟你？林夕，你这个人有时候就特别不大气。是，我是跟你了，犯法呀。对，就是犯法了。犯什么法呀？我没杀你，没抢你的，我犯什么法呀？我就没法跟你说话。你找我来到底干嘛？不干嘛，我就看看你。看我？那你看吧，不看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我爸想你了。哦，我也想你。嗯。小凡，你能不这样吗？我们俩谈一谈好不好？今年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他谁？我朋友。你朋友？行啊你张小凡，我们俩离婚还不到一个月，你都勾搭上别人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我有你行吗？咱俩没离婚的时候你少勾搭了吗？少跟着我。破车也好意思接女孩，呸，不要脸。我都没找你，找看着挺清纯的狗屎，你找这么小白脸，你就是不要脸，你臭不要脸。